啊，不可能啊，我就停在门口啊。我让你说好说好，你非不停，现在好了噻，车没得了，我给你找。我跟你一起找，那毕竟是你当了你妈给你的陪嫁手链专门为我换的。哎呀，你就不要跟到我了，想把你收拾死猪啊。没事，回来再说。张哥，咋了大姐？哎，张哥，你路子广，你看能不能把这电动车卖了去。这不是王伟电动车吗？怎么在你这儿啊？谁说的？只是这样子一样而已，这可是我朋友的，我帮他买的。行吧，我帮你问问吧。张哥，那这车先放你这儿了，我先回去了。行。你去那边，我下去找小薇。好。小薇，嗯，咋了？上次在你这儿买的电瓶车找不到了，你有看到没有？我上午叫小杰借你家电动车去买菜来着。小杰，你还了吗？啊，我还了，我可没拿。不许骗我啊！没有。哦，那还了，我看到了。你看吧，姐，我可不敢骗你。那行，我再去找找。你怎么点啊？走，你在干嘛去？我电瓶车找不到了。哎。这不是咱家电动车吗？张哥，你怎么提着？这小杰他朋友的，让我帮他卖了。我正好去工地看有没有人要。王伟，这你们家车啊？对啊，你看。哎呀，王伟，这不是我们家车，我们家车就是调了回去，只是款式一样而已。哎，张哥，这位是？好，这是我表弟呀，他小时候没好好上学，现在找不到工作了，想带他去工地干阵子。张哥，你们慢着。哎，你说会不会是小杰拿了咱家电动车？哎，你不要瞎说，好了，我们回去做饭了，不找了。两个，我感觉这事儿有蹊跷。这样吧，你先回去了解一下剪辑的事，我找小杰问清楚去。好，你慢点啊。好。姐，哎，张哥，咋了？哎，这车还没卖出去吗？你确定这车是你朋友的吗？当然了。你那朋友不会是王伟吧？怎么可能？我可没拿王伟电动车啊。哎呀，你呀，这车你自己看办吧，我不管了。英子，咱家电动车回来了，先吃饭嘛。哎，英子，你说咱家车到底谁借的？哎呀，还回来就好，你管哪个借的？有些事情嘛，还是糊涂一点好。得人说且饶人，哪个还不会犯过错嘛？都是邻里间的，万一以后有个事情求人家了，也好有个通融。好了，我们赶紧吃饭嘛。